韩大哥，其实你也知道，从小我就拿建云当妹妹看。今天是我妈逼我来的，我真的不想耽搁了你的终身大事儿。我不过我永远会拿你当妹妹看，我会像以前那样当你哥哥，对你好。我哎，妈，回来也不说，多住两天，年还没过完呢，你急着回去干什么吗？我在这待着，让春梅有心理负担，何苦呢？红梅，你可不能在乡下找对象啊！眼光要放远点儿，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。我再求王阿姨，费费心，找一个条件相当的。你的眼光也不要太高了，我们平民百姓找的就是过日子的，又不是赵驸马，我们又不是皇亲国戚。妈，妈的话你要记在心里啊，听见没有？嗯。哎，你们都回来啦。哎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李红梅，宝松上大学的事情为什么不告诉大家？我是从何志成那儿知道的，他没说让我负责转告大家呀。这事儿是不是你们俩就定了？定什么了呀？他保送你上大学的事情啊。他只是说让我写个申请，没说定了呀。没说就定了，我看你们俩就是想定。李红梅，我告诉你，这事儿没这么容易。老马，红梅，来，你先坐。红梅，你也不要怨大家，这事儿实在是太大了。这么好的事放在谁头上都眼红啊。要不是我这次啊回去把我的事情定了，我也要跟你争一争。可是我并没有故意不告诉大家呀。老马，老马没事吧？老马怎么回事？你们根本就没看出来，其实李红梅是最有心机的。哼，平时看着老老实实，关键时刻才露出真面目来。不叫的狗咬人呐。上次选广播员的时候就落在他头上了，这次保送上大学，哼，又让他占了。白永富、何志成，他是通吃。这话不好乱说吧，毕竟咱也没看见，是不是？你傻呀，这事儿能让你看见吗？这里头肯定有鬼。我认为我不比李红梅差呀。这次说什么我得跟他争一争。
那本书我觉得对你来说太珍贵了，放到我这儿不好，还是应该还给你。我知道了，其实正是因为它珍贵，所以我才想送给你。我知道你不是很快就要回城上大学了吗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见面，万一你要想看就看不着了。我想看的岂止是一本书啊，还有别的。何书记，我叫你何书记你不会介意吧？其实大家都这么叫你，我也应该这么叫你，你说对吗？想怎么叫就怎么叫。我这次回来以后听说我上大学的事儿了，当初你让我填表，我也没有想到现在会成真的。你说我应该怎么感谢你？不，我不需要感谢。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在这座大山里我还有一份牵挂没有了却。我知道这比回城上大学更重要。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红梅，别傻了，你别这么鼠目寸光的，外边的天地很大，上大学比你留在这里好，你会比现在更有前途。如果你不走的话，我会觉得对不住你。是吗？可我觉得比起回城上大学，我更希望得到一份真挚的感情。至少你回答我，在回城改变命运和一份真正的感情之间，哪一个更重要？我觉得都挺重要的。上大学会让你以后的生活变得更加有意义，至于感情，你这么善良，一定会得到一份美好的感情的。是吗？这就是你对我的祝福，是吗，何书记？当然，这就是我对你的祝福。要是没有别的事情，我就走了。好，红梅。我只是想说，你上大学的事儿，公社已经在考虑了，你
好好准备吧。怎么了？我听说有人写了揭发姐女信给公社，揭发你跟李红梅。揭发我？说什么？说你跟李红梅有不正当关系。这不胡扯吗？谁这么胡说八道？真的是你推荐的？嗯。你是不是为了让她感激你，然后跟你好，你才推荐的她？不是，我不需要她感激我，而且我也不会跟他好的。那你为什么还要推荐他？因为我觉得他是咱们这儿的知青中最优秀的一个。那我呢？你为啥不推荐我上大学啊？你本乡本土的，也不存在返程问题啊。他们这些知青从城里来，自己的家、自己的亲人都在城里，而且李红梅不管是工作还是学习还是劳动，样样都表现得很突出，他应该得到这个机会，去上大学，与家人团聚。志成，我真不明白你究竟是咋想的。他要是走了，你跟他不就好不成了？你到底图个啥呀？我啥也不图。做什么事情都要图回报的话，那不就成了做买卖了吗？你说呢？哎呀，红梅，出事儿了！怎么了？我听建云说，有人写了揭发检举信给公社，说你跟何志成有不正当关系。再说这生活作风问题可不是小事儿。你说这才当了几个月的代理书记啊，恐怕是干不长了。快进来坐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有人往公社写信了。这事儿你别去理他，人证不怕影子斜。你放心吧，公社也不会相信这种造谣诬陷的。大学我不上了。什么？大学我不上了，我不上了，我不想上了。志成，你就听我的吧。这件事情啊，会对你产生不好的影响。我不想影响你。你对我那么好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你帮我度过了难关；在我最危险的时候，你解救了我。我本来就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的，我就更不能够再影响你了。任何一点点影响你的事情，我都不会去做的。红梅，你想的不对。你不去上大学，才真正的影响了我。上大学可以让你学到更多的知识，更多的本领，可以让你成为对社会更有用的人。别人一点议论，你就不上了，你就放弃这么好的机会，你这就算对我的报答了。如果你要这么做，只能说你一点都不理解我。你说的话我都懂，可你怎么就不能够理解理解我呢？让你背黑锅，
然后我逍遥自在在外面上大学，我做不到。只要能够平息这件事情，让你不受影响，我放弃上大学。志成，你为我做了那么多事情，你总得要让我为你做点什么吧？就这一件事，行吗？何必呢，红梅？你知道吗？你上大学不仅是你一个人去上，也是去替我上，替那些许许多多想上又不能上的人去完成他们的心愿。好了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一定要坚持，好吗？不，我不能够因为自己的一个好前途而让你背黑锅。这十里八乡的大家都夸你，不能因为我败坏了你的名声。到时候我是走了，可你还得留在这里，要在这里工作，要在这里生活。我不能够让你为我承担这种莫须有的罪名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安心的。红梅，志成，这大学我不上了，我真的不上了。这样吧，我去公社找蒋书记，把这事情弄清楚。本来我不打算去问的，黑的就是黑的，白的就是白的，他颠倒不了。可如果你要因为这事情而放弃，那我就得去问清楚。哎，志成，不管蒋书记怎么说，我都替你承担。为了你，我可以放弃一切。红梅，你真是个好姑娘，只可惜我们没有缘分，但会永远祝福你，保护你。蒋书记，不管这封信是谁写的，这都是在捏造事实，是诬陷。我早提醒过你，少跟女知青接触啊。你看看，你才生日几个月，这检举揭发信就来了，说你和女知青有不正当的关系，徇私舞弊，让李红梅保送上大学，简直太卑鄙了。还有呢，李红梅利用色相腐蚀拉拢干部，先是赖永福，后是你，先当上广播员，后保送上大学。卑鄙！蒋书记，他来永福存心不良，人家李红梅是坚决抵抗的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几次都是我帮他解的围，那来永福才没有得逞。蒋书记，来永福是个什么东西，你现在不是已经清楚了吗？你晓得是什么东西，我也清楚。我，你要是不信任我，你可以随时派人去调查。你以为我没调查过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真有问题，你今天也不会站在这跟我说话了。您知道？那您还一个劲儿的审我？我是在不断的给你念紧箍咒，提醒你。志成，你以为我相信这信里所写的吗？哎，这名额本来是你的，是你发扬了风格，把它让给更合适的同志，这个来龙去脉我都清楚，这跟保荐推荐徇私舞弊根本不沾边。组织上已经调查过了，这封信是诬陷诬告，要处理写信的人。哎，书记，能不能不处理啊？嗯，就算我替他们求的情，其实他们的心情我也特别能理解，这种机会谁不眼红啊？他们也挺不容易的，远在他乡，前途渺茫。说真的，其实这种名额要是多几个多好啊。蒋书记。啊，建元。
我要问问宝松上大学的事儿。简云，你就别跟着添乱了。蒋书记还忙着呢，跟我回去吧。要走你走，别拉着我。哎，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啊？我干嘛听你的话呀？你是我什么人啊？你，日常，你先回去吧，我跟简云说说话。那成。哎，简云，来坐。你哥挺好的。挺好的。二舅，你们为啥同意推荐李红梅上大学啊？哎呀，什么推荐呢、啊？这名额是人志成的，志成把这名额让给李红梅的。新华姐，嗯，你知道那检举信谁写的吗？谁呀、啊？你该死的老马。是他，公社都来人调查了，就是他。怎么会是他呢？还有。那上大学的名额是志成让给李红梅的，让给红梅的。本来那名额是公社指定给志成的，他是救人的英雄，是要培养的接班人。那李红梅可能还以为天上掉是个大馅饼呢。真的是志成让给他的？蒋书记亲口说的，哪有假呀？真想去找李红梅，让她把名额还给志成。简云，你要是把这事儿跟红梅说明白了，她一定就不会要这名额了，也就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了。可这又对你有什么好处呢？还有啊，你看，志成一定不想让这件事情闹得满城风雨，让大家都知道。你要是把这事儿给捅破了，你不是让志成难做人了吗？可我实在气不过呀。建宇，其实红梅走了，你跟何志成不是就能更好的谈了吗？这倒是。以前呢，我不知道你对何志成的感情那么深，所以呢，我一直希望红梅跟志成之间呢能有一个美好的结果。可是后来我慢慢了解你了，我就不知道在你跟红梅之间到底该帮谁了。现在红梅有了上大学的机会，那么她的前途和命运就会越来越好了。我现在更关心的是你，我希望你能够得到你想要的幸福，知道吗？谢谢你，杏华姐。那我听你的，我就把这事儿搁心里，谁也不说。嗯。老马，你出来。何志成、李红梅给你什么好了？你为什么非得帮他们说话？你别给我转移话题啊！你还没有回答我，那封检举信是不是你写的？什么检举信？我不知道。老马，我了解你的心思，可是你不觉得这么做有点太卑鄙了吗？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做得出就要敢担当，我瞧不起懦夫。我承认，是我写的，那又怎么样？啊，凭什么他李红梅能上大学，而我不能？凭什么？老马，你就那么想回城啊？想回城，你就不择手段吗？对对，待在琼山阁有什么出路？人的生命是有限的。那要是我回不去怎么办？那就分手。好，咱们分手。
何书记，你找我？红梅，哦，你看，你的录取通知书是省医学院的。那就是说，我就要走了，就要离开这儿了。当然，你就要走了，就要回家了。红梅，我祝贺你，为你高兴。你就那么希望我离开？我当然希望你去上大学了。志成，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。只要你现在说一句话，就一句话。只要你说，留下吧，那我就不走了。瞧你，说什么呢？去了以后要安心读书，好好学知识，为以后打一个好的基础。这是你的心里话吗？是。你回去准备一下，到时候会送你。志成，你真的就愿意我走吗？我希望你。你去上大学，我希望你飞得更高，飞得更远。别哭了，这是好事儿啊，我们应该高兴才对。应该是高兴的事儿，怎么没个笑脸呢？这粮食和户口关系都装好了，路上别弄丢了。学校的地址，啊，城里的路你应该比我熟，
我给你写信好吗？我写不写都成，你主要安心学习，别分散精力。你会给我回信吗？有时间就回。你不会忘记我吧？不会的。我不会忘记你的，永远都不会。我希望能够和你成为一辈子的朋友。好，好，一辈子的朋友。这个送给你。上车再打开。上车吧。你保重。嗯，你也多保重。我会回来看你的。上大学比你留在这里好，你会比现在更有前途。如果你不走的话，我会觉得对不住你。我希望你去上大学，我希望你飞得更高，飞得更远。你这么善良，一定会得到一份美好的感情的，这就是我对你的祝福。
217，给。啊。哎，你好。你怎么放在这儿啊？放这儿多好啊，这儿多亮呀。这样不好吧？还是把这些铺位留给有困难的同学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呀？啊，你的意思是说我把好铺占了，没有留给困难同学呀？不是，我不是说你，我是说，哎呀，哎，现在不是发扬风格的时候，现在呀是要建立秩序的时候。你想想，这些同学都来自五湖四海、四面八方，一定得先定个规矩规则，谁先来谁有优先权，先到先得，后到后得，以免闹不愉快。这大家在一起毕竟还要待五年呢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啊，我叫李红梅。我叫尤丽娜，北京知青，在新疆建设兵团插队。啊，哎，你哪来的呀？你跑这儿来干什么？俺是住这间寝室的。哎，谁让你带孩子来上学的？不能带孩子来上学，你不知道啊？哎呀，嘘，轻点，俺孩子睡觉呢。哎，他多大了？3个月了。哎，俺也抱不了几回喽，待会儿他爹呀，就得抱着孩子回了。我说妈，那个啥，那个装奶的瓶儿，我在街上没看见有卖了。我说就你笨，没奶瓶子，娃在路上咋喂他吃啊？哎，娃呀，俺苦命的娃。娘不在了，你可咋办呢？娘不该来上这个学，娘来上这个学是图啥呀？你说俺不让你来吧，你偏要来。你说这上大学跟咱有啥关系啊？你当你的劳模，俺种俺的地，有啥不好？你偏跑这儿来凑热闹。你懂个啥呀？这是领导和组织对俺的信任，这十里八乡的就选了俺一个，俺能不来？给奶瓶。哎，对对对，俺说的就是这个。哎，这个哪儿买的？啊，是我亲戚啊，托我从北京带的。你们拿去用吧，我呀买了三个呢。哎，谢谢谢谢啊，真是谢谢了，谢谢你了。哎呀，俺的娃呀，你瞧啊，多好的福气啊！大姨啊，给你带了个奶瓶子，咱回去啊，不怕饿肚子喽。快快快，谢谢大姨啊啊！红梅，你家在哪儿啊？在北边，离着挺远的。我妈是纺织厂的。还是你好，在家门口上学。哎，那你呢？你亲戚家在哪儿啊？军区大院。我父母啊都是当兵的，我的叔叔伯伯也都是当兵的，所以这部队啊就是我的家。哎，那你打算毕业了之后是回北京还是留在这儿啊？那得看我的对象在哪儿喽。哎，红梅，你下乡几年了呀？3年多了，其实我觉得乡下挺好的，要不是考上大学啊，我还真想留在那儿不回来了呢。真的呀？你真这么想啊？对呀。看来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接受的不错呀。哎，那你毕业以后还打算回农村吗？嗯，说不准，说不定又回去了呢。农村他也需要医生啊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你的对象在乡下是吧？哎，你瞎说，人家还没有对象呢。岁月发黄，用心去擦亮那红色。
轻轻停留在那个。